朋友，你认识我的朋友李条元吗？罗江古城的两江流经之处，有许多肥美的丘陵坝子，这里为耕读传家的书香门第的出现提供了沃土，更是孕育了罗江读书文化的美谈。叔侄一门四进士，兄弟两院三翰林。李家从祖辈披荆斩棘垦荒发家，到李条元这一代经历了20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，终于成为了罗江罕见的文化明星家族。不仅父亲李化南和李条元先后考取了进士，而且李条元的堂弟李鼎元和李继元也考取了进士。李条元、李鼎元、李继元都入过当时的最高学术机构翰林院。巧合的是，这四人中进士的年纪都是29岁。这已经是处于边远地区靠打拼出身的普通家族的天花板了。按说他们该知足，好好当官，好好培养家族子弟，以将这份难得的荣耀延续下去。可有一种叫风骨的东西阻碍了他们的仕途。而事实上，李化南、李条元和李继元命途多舛，特别是李化南还很有可能死于上级陷害之后的自杀。可是李条元能够走出丧父之痛，并最终成为一代文宗，也正是凭着知识分子风骨里的使命感。清代初年的四川，成都全城皆毁，十室九空，而罗江全县之人存者百仅一二，川中书少，蜀学断绝。李条元家族立志振兴蜀学，做四川文化复兴的拓荒人。书少，他们就买书，建万卷楼，成为西蜀藏书最多的地方。书少，李条元就私人出资集刊大型丛书《韩海》，成为整个清代最大规模的私人刊刻书籍。若说他求名，当时他已经名满天下。若说他求财，李条元没有卖出一套《韩海》。他说，我编这套书的区区心愿，不过是与天下人共保之。李条元将这套书命名为《韩海》，取自《汉书》中的“寒之如海，养之如春”，寓意是包容如海，学养似春。丛书共集图书163种，合编为40函852卷。李条元用彻底的开放胸襟实现了自己的承诺。他在官场性子硬，和他不对付的人不少，但与他互相倾慕、互相欣赏的人更多。所谓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，这也是那个时候士大夫阶层的一个精神特质。交游是文人间慕秦汉高义和魏晋风度的同频社交。乾嘉时期，各大学派的主将诗酒唱和，互赠著述，相互点评，既可以在学术上有所收益，在人格上亦能相互触动。28岁，与史学家赵翼交好。32岁，与文学家姚鼐亲近。52岁，与文坛宗将袁枚从未见面，却见字如面，倾慕终生。李条元更曾得到袁守同、纪晓岚等名臣器重，他更被乾隆赞为有骨气。这是官场的社交，更是教养的共振。是真名士自风流，李条元以自己勇往真挚的性情，得到了朋友圈，也得到了友情，更让他的吟唱画泥包容如海，诗酒成歌。